我一直想着罗家疯狂我的时阵，伊迄个眼神是足无奈、足凄凉的呢。唉，愈想我感觉愈对不起。我伫人生哦落在谷底的时阵，家己拢放袂记。我是上亲近的人呢，煞拢无伫伊的身躯边，该安慰，该支持。无一个人去面对因厝内底破败，遐压力，嗯，迄连讲对我都切心的。陈月，家凤袂安尼想的啦。敢真正袂安尼想？我干来要甲伊同甘，煞袂晓甲伊共苦。我上加过分的是，我介绍我新交的男朋友要互伊熟识呢。哦，伊真正是有够可怜的。啊！愈想我怎敢我愈过分？哎呀，你莫安尼想啦！你嘛是啥物状况拢唔知啊，才甲信贤做伙啊！哎，那我算是对不起家风啦。哥，坦白讲，我真正感觉我对罗家风做歹势，因为我对伊的感觉哦，唔是啥物爱情，我是感觉我同情伊的遭遇。我甲伊的过去，无一项我想会起来呢。哎呀，好了，你莫胡白想啦。金月啊，哥甲你保证，家风绝对袂怪你的，因为伊已经下定决心要等你复原。而且伊即马也真拍拼，要重新徛起，伊等待一个会当恢复老家公益的机会。所以今嘛，就好好过生活，乖乖调养身体，其他啊，靠天公伯安排啊。喂，是啊，是我的车。哦，拍死拍死，好，我知啊，我马上过去。哎呀，金玉。我的车当我帮人处理的，我去刷车。哦，陈玉，别哭，别想我。陈玉，我是来向你赔罪的，是嘞，全拢是我的不对。我不应该讲遐话去伤害你，请你原谅我。妹啊，请你出去。你昨昏才认真恁对待我了，你免想想讲，今麦甲我解释几句，我就会当原谅你啊。一切拢已经袂赴啊，伤害人了才搁要来死亡弥补，想办啊啦！我真正是无心的。无心？你敢知你的无心，比廖蒙之迄个存心要伤害我的人威力搁较大，你知影无？我唔管廖蒙之也是其他的人要安怎看待我，要安怎笑我，迄拢无要紧，因为对我来讲一点仔都无重要啊。但不过你又无同款，你是我这五年来唯一一个让我感觉我想要动心的人。结果呢，你煞咧怀疑讲我咧骗你，就产生讲人把我的空嘴裂开，你煞同时间在我的空嘴顶面抹盐同款，你敢知遐有偌痛？你讲恁爸爸把你关起来，安尼你还阁无了解哦？无人同意咱两个做伙，咱两个袂有结果的。吴信贤，莫讲咱两个还袂开始，要唔过咱即摆已经彻底结束啊，咱是无可能做伙。从今以后，咱两个只是陌生人。我拜托你，莫再来找我好不好？我不爱。
你讲我是你这五年来唯一动心的人，我嘛是。主角，我看你的手开始，我就无打算要放啊。所以你唔讲安怎管我走，我拢袂走的。你唔走，好啊，那就我走。金玉，金玉，我拜托你卖这样残忍好吗？到底要我安怎做，你才愿意原谅我？我拜托你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保证，我绝对袂阁伤害你啊！今麦到底是甚么人对甚么人较残忍啊？是我，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对，咱去搞好无？我看伊老目屎。你敢不知道我比你更痛苦？不行的，不管我对你有多重要，还是我有多介意你，咱两个都没有结果的，你知影无？我是有一个人，是迄人，莫讲恁家的人无可能同意啊，连我家己都唔知要安怎做才好。所以有信心，我拜托你，你放弃啦。你去找一个较单纯、无负担的查某囡仔，好好谈你的恋爱，好不？我啥拢无爱，我要爱人只有你。不管未来有偌尼啊困难，我相信一定有办法解决的，一定有。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，你连伊是啥，你拢放袂记啊？你敢有需要为着妒忌这两字，甲你家己困伫一段无感情的婚姻内底？我知影你心肝内爱的人是我，你面对你家己的心，用心去爱，用心去感受，你要选择的人是我，莫因为别人放弃你家己想要爱的幸福。不行的。真正袂用，是我先把人放袂记的，是我先辜负人的。罗家鹏已经等我五年啊！啊，不过我已经等你一世人啊！金玉，我从来。嘛，对一个查某囡仔这么用心，这么认真，这绝对不是假的。我甚至感觉我早就识在你啊！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人。你放心，我去找罗家峰讲个清楚。伊若是不爱帮你耍，我愿意付出我所有一切去弥补伊。你朋友大叔大姨还未经过我的温存，就再找人了。姐，你不来接我？原来是你打电话骗我去刷车的。我有讲过，我若拄到你，我袂对你客气。紧赶快走来！我是来求金玉原谅我，就算我知影，我来和你拍死，我嘛赶快来。好，刚才我来啊，我叫陈老公。金玉的心肝来，也是我的，因为金玉我的爱，我妈妈的力量，不管是什么人，拢无法度阻挡我对伊的爱，不管发生任何的代志，
我拢无可能甲伊让予别人的。吴信贤，莫遐家己想家己对，我绝对无可能有机会去伤害靖宇。靖宇，你先等下出来，再甲我告处理。靖宇，别说好吧，我求你啊。不管你我跟靖宇都是没路用的，你的婚姻，你的情人，社会大众眼光，你跟靖宇还有很多问题要面对要处理。你不能因为你没得放下，你就害靖宇变成做人攻击的对象。吴信贤，请你给我靖宇一个平静的生活。这问题我都会一件一件去解决，你唔免替我烦恼。你想过啊？我要去找靖宇，我要说服伊，跟我牵手面对这一切。我都不相信，有这个世界上用爱我都解决的问题。我唔敢同意的，我绝对不可能让靖宇再受一遍一遍的伤害。想过？吴信贤，靖宇，拜托你了，我来好吧，让我老弟弟先苦逼。袂用的，阿弟弟受伤，我是一个有包袱的人呢。你嘛不是出身伫个普通的家庭，咱两个熟识根本是一场意外，根本袂有结果的啊！你莫阁痴心妄想了。靖宇，你莫试看嘛，你会知影。我歹饲啊，阁袂用诶！我只单甲你交往尔，就是让恁妈还阁有了母子两个人点油做记号。迄款感觉真出卖，出差你知无？好无爱！靖宇，阁还一间计划好无？放屁！我都答应你，有听爱无？有听爱无？